您今天我们来酒吧干嘛？是我的表。你的表啊？你的表是个第几个表了？忘记了，第几个了？第三个了。是吗？这个还买不到一年呢。什么事？你 train 太多了哈，你的表不喜欢你了。它不要开哎。你看，刚刚买不久又坏了。你 ill treat 你的手表。没有。我们去吃点东西先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就 Republic。那这里还能 story 耶。能 story 是 cake 的，卖 cake 的。海南鸡饭的。好了好了，还有 egg 蛋你喜欢的，走吧。他幸好海南人，讲一点海南话来听听。我不得来听。如何不？开心，我来了，海南面包。咖啡。咖啡。给我。还有我的喇沙，看一下这个喇沙，有豆鸡，有火腿，有鸡蛋。哇，下雨了。今年哦，嫦娥放假哎。到处都是看到玉兔的，对咯，那个牛车水也是玉兔的，没有嫦娥。你的手表的医院蛮大件的，嗯，像阿大嫂这边，你会觉得脸上走进了你的爱凯乐，爱给你。呀，看到吗？这个地方，哎，Genius Bar。You actually click this three times, you will turn back. Wow! Yeah. It's a, you can view it through your phone, in a sense. Yeah, you can also. It's so, into your phone. Yeah, can. 结果怎么样？有救吗？没有表啊。没表了，现在一只表都没有了。完蛋了。你要有第四只新的手表了，你已经把三个干掉了。是不是？三只手表干掉，现在要有第四只新的表，不要再折磨折磨你的手表了。So how is the experience in this Apple store? Very good. Very different, 哦。Yeah. 还有人跟你讲话。对 ，very personal. 你那里的座。Yeah, 很亲切哦。Yeah.放下东西，然后对，而且没有那种好像在那边等浪费时间的感觉哦。Yeah. The new ways of treating your customer, I like it. 这个 shop， 哇，你买了几条？四条。Oh my god， 买了什么 flavor？ 咖椰跟 durian。